西九艺术广场天桥是通往西九文化区的其中一条主要通道。天桥全长79米，阔7米，连接港铁九龙站上盖发展项目和西九文化区兴建中的艺术广场、新开幕的 M 街以及文化区的其他景点，令市民来往西九文化区更加方便。工程期都在一個疫情的底下進行的，好在我們內部有一個很好的鐵器部，在一個很好的質量底下，在國內裝嵌好，如期地運來香港。今天我們是將三個這些這麼大型的鋼結構就吊上來這個臨時的平台上面，之後我們就會進行組裝和燒焊焊接的工程。今晚的進度非常理想，吊運和上面交鋼扣的工友都配合得很好，工友亦都很純熟對整個工序，還有大概一個小時左右我們就可以完工開回條路了。Hey, I'm Tom. I'm the lead temporary works designer. From the first night, the operations team showed me that they're professional. They've got their plan, so I think tonight should go very smoothly.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e outcome. 这个工程由开始到现在都其实撞了很多的挑战，幸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大家合作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